非常好，比我想象中的要学得到很多东西啊。嗯，就是课程的内容很丰富。嗯，比我预期的。嗯，哎，然后老师讲会讲的分析很清楚，各方面都，所以很满意。嗯，谢谢。课程也比较全面的教的。嗯，如果说不满意那是没有，已经教的很全面了，没有什么不满意吧。真的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吗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你不要欺骗我。没有欺骗你。哦，是真的没有。就是感觉学到会很多，因为之前我没有接触过这一行，然后在这里五天的时间啊，学到了好多有创意感的东西，很满意。